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早晨呢，你们有一个传真过来，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同体大悲？这是昨天呢，跟诸位说过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心，经上常常说呢，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缘，现在人讲条件，无缘无条件，慈是慈爱，无条件的爱护众生，这叫无缘大慈。什么叫同体大悲？这个同体啊，不好懂。祝福出现在世间，就是为我们说明这桩事情。这一桩事情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、肯定了，你就是佛菩萨了。你要不相信呢，那你就是凡夫。在台湾，大家常常听到一句话：“生命共同体。”这是比喻。台湾人住在这个小岛上，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命运，但是佛法讲的呢，还不是这个意思，比这个意思还要深。佛法讲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呢，跟自己确实是一个生命，并不是说我们命运相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确实是一个生命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，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共同体，这叫同体。这桩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，只有佛晓得。佛为什么晓得呢？佛证得了。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啊，虚空从哪来的？法界从哪里来的？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佛说唯心所现啊，这个心就是自己的自信，就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那怎么不是一个共同体？这个是一般人真的见不到啊。佛不但说明这一切诸法啊，说明这个众生宇宙的缘起，还说它的变化，说它的演变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演变呢？为时所变，八个字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说尽了啊。49年所说一切经，无非就是说明这八个字。这八个字是题目啊，那一部大藏经是内容啊，就是说明这桩事情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佛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说法啊。你们念过金刚经，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是谁要是说佛说法了来谤佛，佛确实没有说法，佛确实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。
啊，这个话怎么说？他说了49年，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说没有说一个字？他自己没有说，他所说的是事实真相，也就是绝对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这叫没有说。啊，49年所说的，绝对没有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，没有一句话是自己想怎么说的，没有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个叫说而无说啊，啊，无说而说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说法了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说法了，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有意思呢，那是凡夫，不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决定没有意思。啊，意思是什么？心意识啊。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思是智慧啊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四智菩提里头没有意思啊，八识里头有意思啊。所以凡夫有意思，佛菩萨没有意思啊。啊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，你看六祖问让禅师，啊，你还有分别吗？他回答说，分别亦非意，这对了。啊，他有没有分？有分别，有分别不是意。啊，六祖肯定了，你如是，我也如是啊。到这个境界，真菩萨了，不是假菩萨了。我有意思，我想怎样怎样，凡夫一个，搞生死轮回的。到分别执着都不是意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那为什么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呢？随顺众生嘛，随着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随着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自己确实没有执着，确实没有分别，那就叫分别也非意，啊，执着也非意。这是佛菩萨啊，所以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佛在经上讲啊，这个话还是经上讲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经上诸位常常听到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啊？十方三世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懂得，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，共同一法身，那怎么不是同体呢？什么时候你证得法身，你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你就证得法身了。证得法身就是成佛了，化身佛了。最低限度啊，在华严经上你已经是原教初住菩萨，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啊，初住菩萨就是化身菩萨，化身大士啊，就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金刚经上讲的诸佛，你看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那个诸佛是什么？诸佛是指证得法身的，凡是证得法身的真佛，不是假佛。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所以这同体啊。啊，我过去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，用树做比喻啊，告诉整棵的那个树，一棵大树是一个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，
树底的一片一片叶子，那好比是我们个人。啊，这一片叶子跟那片叶子什么关系呢？生命共同体啊，同体啊。啊，我再举一个比喻，我们这个身体，一个身体，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身上每一个细胞共一个身体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每一个细胞一样，好像一个细胞一样。啊，不能说左手这个细胞跟右手细胞两个要打架了，那一打架就自己害自己了。啊，所以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，慈悲心就生起来了，你才能真正关怀一切众生，啊，超过一切族类，啊，不同的族群你也会爱护他了，啊，不同的宗教你也会爱护他了，为什么呢？一体嘛。啊，我们还有分别，我们学佛的喜欢学佛的人啊，他信别的教，我们歧视他，排斥他，错误了。啊，这就等于说是左手跟右手要打架了。既然是生命共同体，给诸位说，法法皆是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你在华严经上看，你在楞严经上看，你在法华经上看，佛有没有讲第二？法法第一。啊，在我们一个身体上来说，眼能见第一，耳能听第一，鼻能嗅第一，啊，身能触第一，啊，都是第一嘛，没有第二的吧？没有说是能见眼第一，耳第二，没有这个道理嘛？个个第一了，平等真法界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呀，宇宙一切万法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的。所以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，众生跟佛平等。啊，佛做佛，佛第一，众生当众生也是第一。啊，做恶鬼，恶鬼里头第一，啊，做地狱，地狱里头第一，那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平等真法界。啊，这个道理要不懂，你们都看过戏，啊，你看戏台上的演员，无论演哪个角色都第一，啊，他扮帝王的扮得很像帝王第一，那个扮乞丐的也扮得很像，啊，乞丐第一，个个都第一嘛，那有第二的呢？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懂得佛法里头讲的平等的真意呀！啊，所以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呀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呀！啊，这一句话也是佛在经上说，啊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啊，你如果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一念自信就是自己，你就证得清净法身，你就是法身如来，你就是法身大士。如果你还有分别，我最大，你们都第二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，你还是凡夫一个，啊，你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意思很深，啊，法身大士的境界决定不是凡夫，不但六道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四圣法界也没达到，换一句话说，入这个境界的人超越了十法界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
啊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啊，这个是佛知佛见，是诸佛境界。第二个问题问的是要解云，这是偶业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，他说的是立根呢，这叫念佛啊，念佛功夫，立根呢一日不乱，顿根七日才不乱，中根呢二三四五六日不定，这是一个说法。我们从偶业大师这几句话里头来想想自己呢，立根当然我们做不到啊，念一天呢就一心不乱了，做不到啊。中根呢七天啊，这个顿根呢七天我们也做不到。那顿根呢啊，当中不必说了，我们念七个七也做不到，念七百个七也做不到，我们那个根呢顿到所以然处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里头啊有一个大道理啊，我在此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为什么这个根性顿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相信很多人念佛不止念七年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到不乱？妄想习气太重了。妄想习气的根在哪里呢？根在自私自利。所以你念佛，说老实话吧，我们念佛不是这一生的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很好啊，啊，无量寿经是讲阿舍王子那一些人啊，你看佛说的，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还是顿根，我们跟阿舍王子差不多啊，生生世世都被自私自利害了，所以我们的信德不能现前啊。哪些是信德呢？十善是信德，啊，身造啥道因，哪一个人是有意去造啥道因，不可能的嘛。为什么造杀道因呢？为了自私，为了自利。哪一个人会去存心去骗人呢？这不可能的吧。啊，谁去存心骗人啊？谁存心去两邪挑拨是非？没有啊。啊，诸位想想，是妄语、恶口、两邪、欺语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自私自利。你想想那个根在哪里啊？造恶的根在哪里？造恶的根就是自私自利啊。因为有自私自利啊，所以才造十恶业啊。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？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跟外教交流啊，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之下啊，我们跟伊斯兰教这个交往啊，看到人家在那里做老人的疗养院啊，正在建造啊，我们帮助他送他10万块钱
啊，有很多人问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们是一体的嘛，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嘛。他不懂啊。啊，印度教做这个戒毒疗养所，我们也帮助他。帮助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帮助自己。生佛不二，自他一体呀。明白了，我们做的欢喜，做的痛快呀。啊，不明白的人，总是想侵犯别人，总是想占别人的便宜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啊，要修佛，要想功夫得力，那从哪里下手呢？改变你错误的观念，啊，一定要从放弃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那个念头。每一个人都想控制别人，控制这个事，控制物，这是错误观念。第二个，要放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占有的这种心理跟行为。你把这两个能做到了，我相信啊，你学佛就有了本钱了。你想得一心呢，就有可能了。如果你还念念当中还想控制别人啊，控制事物，占有别人，占有事物，你这个一心不乱呢，别说是七天、七辈子、七万倍呀、七万辈子你也得不到啊。这是我跟你讲老实话了。凡是念佛功夫得力的，所谓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那这个控制占有的念头没有了，他才能入境界。啊，你们学讲经的同学们，如果不在这上下功夫，那个经讲不好啊！啊，真正的念头转过来了，你这个经就讲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本身是佛菩萨，佛菩萨讲佛菩萨经，哪有讲不好的道理啊？你讲不好，你是凡夫啊！凡夫讲佛菩萨的经，哪有那回事情？怎么可能讲得好呢？啊，所以你要学佛，你要学菩萨，你要像个佛，你要像个菩萨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个说法。啊，又有一个说法呢，他说立根能七天不乱，顿根呢仅仅一天不乱，中根呢这个六天、五天、四天、三天、两天不定。这又是一个说法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说你得一心的保持。啊，给诸位说这两种说法，前面一种啊是真实说法，后面一种是方便说法。啊，方便说法讲这个不乱呢，不是一心啊，他这里只讲不乱，没有讲一心。啊，你的功夫，念佛功夫能保持多久？上根的人见念佛塔，这个七天呢，心都不乱。啊，那个顿根的人呢，可能在七天当中只有保持一天，只有一天不乱。啊，那么这虽然是个方便说法，我们也做不到啊。我们连顿根都不行了，你在念佛堂试试看，能不能做到一天不乱？啊，如果做到一天不乱，那不错了，你顿根人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功夫成片了。啊，功夫打成一片，最重要的是要能保持。
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我们今天修行念佛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不得力。这个在前面我跟大家讲过，不得力的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过去生中所培的善根福德不够啊。弥陀经上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我们是少善根福德啊，不能说没有，不足啊，达不到这个水平啊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听经太少，没有真正懂得经义啊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导我们，深解义趣，我们对经教解得很浅啊，所以境界转不过来，这是我们的病根啊。过去生中善根福德虽然薄一点，不怕，如果这一生呢，要有殊胜的因缘，每一天有机会呀，读经听教，可以弥补我们过去善根福德之不足，这一生呢也能成就。啊，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，但是这47年天天在读经啊，天天在研教啊，这个境界才转过来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。如果没有47年锲而不舍天天在干，转不过来呀。啊，还会是自私自利的心呢。啊，像美国这样是美国人的观念呢，第一个观念是怎么保护自己。这个观念错误啊。啊，隐私权。啊，我在美国银行账单寄来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看过，我没有隐私的。所以有人问我，法师，你要有隐私权呢，你这个怎么可以跟人知道啊？我说我没有隐私，我都公开的。啊，而且我一分钱都不花的。钱归哪个？归你们常住啊。啊，在哪个地方银行存钱，都是归那个地方的常住。啊，我一分钱都不用，没有用钱地方。啊，所以达拉斯那个是这个加州那边银行，我拜托杨一华把户口关掉，所有存款赠送给美国佛教会。啊，达拉斯这边物现司，你给我去办，我这间两家银行也把它关闭，所有这些钱转入达拉斯佛教会。啊，需要我签字的地方的时候，寄来我给你签字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就讲到这里。